小茄子，这是我看泰国吃播完了我买的云南小茄子。哎呦妈，掉了！我们打开看看啥样的，里面都是籽儿。你看他们蘸那个什么汁儿，我没有。这玩意辣不筋儿的，完了苦不溜丢的。说是小嫩茄子，我这蘸点这个甜辣酱。反正清新倒是挺清新的，但是有点隔路这味儿，就跟我们吃，就跟我在家吃那个土豆捞茄子，那茄子就不一个味儿。不建议买啊，别踩坑，还挺贵的。反正还行，但是有人怕吃不惯，那辣不滋儿的呢。嗯 ，OK 了。